宝宝，那个是小蛋儿杨科的朋友。杨科，你把这个男朋友带起来耍嘛？哎，哦，反正还找不到路了，要不要来？有人打了都每年子我们都回来节气的时候我们就回来打太高了一般都折不到我们都拿棒棒来打打起来落落都基本上烂了好高啊让我来给你折好多年了哟一般回来按了都没得这个是你妈妈的老家啊